大家好，今天辉哥将要分享陈氏太极拳老将一路第71式双百连，第72式单头炮，第73式金刚倒坠和第74式收式。下面我把这四个动作演示一次，从下部胯骨的结束开始。下面我把这四个动作的基本要领讲一下。身体稍向左转，然后蹬左脚，以左脚掌为轴，身体右转，重心移到了左脚，然后重心再移到右脚上来。上左脚，重心移到左脚，侧右脚，重心移到右脚，再开左脚，重心移到左脚，开脚，然后侧右脚。重心在左脚，捋，双手往下捋，重心在下后移到偏到右脚，手两手举起，在胸口握拳，然后打出。好，双手变掌，向后捋，蹬左脚向后捋。然后重心移到右脚，向下捋，然后身体左转，扣右脚左转，左脚再开脚，重心移到左脚上，上步，右手往上走，画个圈回来，落在胸口。抬脚，拳头往上走，到鼻子高度，往下砸，蹬脚。好，双手上行，举过头顶，往后，从脖子后面出来，到胸口，再往下，呼气。收左脚，抱拳。今天辉哥分享了陈氏太极拳老将一路第71式双百连，第72式单头炮，第73式金刚倒坠和第74式收式。到这里为止，陈氏太极拳老将一路就全部分享完了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